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Econ 陈 Sir 啊。如果听日你就要考试啦，中四、中五、中六嘅同学，只系做一样嘢，你要做咩呢？我极力建议大家一定要背一啲必背必考嘅 definition， 必背必考嘅一啲定义。而 Mingo 陈 Sir 咧，为咗帮大家咧去容易啲学习咧，咁我做咗两份嘅题目，两份嘅 exercise 出嚟。一份咧就系微观，大概有60-70个咧必背必考嘅 definition； 一份咧就系宏观，大概80-90个咧必背必考嘅 definition。咁如果你系好想得到或者好想要嘅话咧，咁啊一定咧要留意下面咧一啲嘅细节啦。OK， 咁希望咧迟啲有唔同嘅空间咧见到大家。Thank you。